上面那是谁？哇，黄明志跟张，啊，这是谁？哎，他们好狠哦！对啊，我这个是最好喝的一张哎。今天的我们的主题叫做明星换换脸，好老的综艺方式开场哦。就是我们会把艺人的图组在一起，那大家就要来抢答。黄明志跟张，这是谁？王一月啊，好的，你说什么？黄明志跟张震岳。嗯，张震。郑月 ，OK， 当然。我刚刚想到下面张震岳是谁啊 ？OK， 太简单了，让给你。没有，那个下巴其实没有，很简单。我想问零九，你好歹截一点鼻子吧，那个下巴谁看出来？阿姨，好，阿姨，张陈珊妮和茄子蛋的下面那个人的主唱叫做什么？谁？主唱叫什么名字？来，拘你拘你，陈珊妮跟茄子蛋主唱阿冰。啊、你怎么看着那个下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这个耳环，他都戴这个耳环。艾玉、欸，我每次到下巴我都看不出来。艾玉，黄伟，下巴太看糊了吧？谁？哎、那个。这下巴你看好谁啊？干嘛打我？那个谁？紫伟，紫伟。好，直接到，直接来。黄伟晋跟古好的，对啦，打的，讲古古的，跟我蛮厉害的嘛。那是黄伟晋跟古古。阿咪阿咪阿咪，好，阿咪。徐佳莹跟艾玉，徐佳莹跟艾怡良。阿咪刚刚说谁？徐佳莹跟艾怡良。答对，你就答对了。韦礼安跟萧敬腾。啊。三个小吴，错，这怎么是小吴？歌手，歌手，我们今天是歌手。艾米，艾米，艾米，韦礼安跟那个罗时丰。哇！不务正业，就是韦礼安跟罗时丰。哎，他们好狠哦 ！Daniel， 对啊，我这个是最好合的一张哎。而且讲罗时丰的衣服扮成什么？来，来我先的，我先的，卢广仲。哦，明明是我先的。没错，就是卢广仲跟王子。蔡健雅跟、啊、跟谁啊？徐佳莹。蔡健雅跟子瑜。答对。蔡健雅跟子瑜。天哪！我看你们上面是陈雅的。陈雅。上面那是谁？乖乖，俊杰跟安心雅，错。朱丽静跟安心雅，错。朱丽静和郑医生，郑医生，错。乖乖跟医生，答错。朱丽静和乖乖，错错错。哦，有吗？我也把嘴巴遮住，完全认不出来。完全认不出来，而且我觉得长得超像柯佳嬿的。好，君尼，君尼，动力火车跟瘦子。动力火车的谁？游秋心，我不知道。答对了。子瑜和春风，哎，答对。好的，那以上这集呢，就是我们的明星换换脸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